本节目由来自荷兰自家牧场、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洗手洗澡护全家、长效保护舒服家首席赞助播出。感谢合作伙伴网易考拉海购，买进口上考拉，百分百正品。感谢合作伙伴美白紧致用 Olay 无惧年龄你更美赞助播出。吃饭吧。你在干嘛呢？爸爸，你在哪？长沙还是东北还是哪儿啊？你爸怎么会在长沙和东北？你在干什么呢？香港上班的地方啊。我这没下雨。下雨？下。我第一喜欢你。你最喜欢谁？喜欢你。嗯，好吧，你最喜欢儿子吧。嗯，先吃吧。好，拜拜，跟他说拜拜。拜拜。大林子，你这几天练拳击练得怎么样？好。今天下午是要去比赛啦。比什么赛？拳击比赛啊。拳击总比赛。两个小朋友。对打呀，我不想要去了，因为我头疼。在车上就头疼。你下午跟申浩要比赛，你跟他谁厉害啊？申浩厉害，申浩厉害。那我们就在比赛之前要提前做一下准备呗，说不定下午你就最厉害了。嗯。哎，肌肉有没有？没有。这啥衣服？你穿上就知道。肌肉。可是假肌肉啊。为什么秘密在这儿？这个是你待会儿要套在手上，嘿，嘿，这是锻炼你的腹肌的。哇，这么快！从这边到那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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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停不下来呀、啊、你。那你再到厨房去爬一爬吧。厨房挺干净的。トリカノマケラロゼンバオポケラトパチ来看看我们肌肉长了没有。哇哦，哇哇哇哇，我最厉害，我最厉害、啊、我是我的我是嘎嘎。在赛场比赛，除了你要用实力赢人家，你还可以用眼神赢人家。眼神是啥？哼哼哼哼，不能笑，你笑你就露怯了。嗨嗨，你过来，因为你今天比赛呢，我把圆圆阿姨还有你干妈叫来了，我们一起要给你做拉拉队，要加油的，知道吗？嗯。然后我们就要给你做一个灯牌。啥意思？就现在有那种小偶像在上面表演节目的时候，嗯，底下都有一些阿姨粉拿着灯牌，拿你的名字啊。
大林子加油，大林子加油。这啥呀？你的中文名小名啊。你认识这个字吗？嗯，大，这是大大林子，这个是子，子，这是林，这是一个字。嗯，这什么字？零。好，完成了。我们得再做一个你的这个牌子，那你得早点学你的名字怎么写。那你爸给你起这个名字也太难写了吧，给你写一个简单的吧。这啥意思呀？大林子啊，你名字呀。这怎么是 O 啊？大 O 子，以后你签名也能那么签的。美女来了。学动作来，这么简单，来就这样得了，就这样。为什么？为什么？Go go go！ 怎么样？想个什么口号呢？哎，我知道有一个大林子站起来。如果你被打倒了，我们应该说大林子站起来。我们看一下墨迹天气，马上就要出门了。儿子，我给你换个下午的衣服好不好？哇，小超人小内裤。超人，我们准备走了，有兴趣没有？有。走吧，我们出发了。你今天绝对会不会赢？会。会。好，到了，快进去吧。准备，一二，还是脱了，虚脱了，虚脱了。哎呀，哦，内裤脱了，脱了，不好意思啊。好，小朋友们站好了，立正。站。我站得好直，好直哦。五虎。虎。站如松，站如松；坐如钟，坐如钟；行如风，行如风。太高了吧！我们四个垫子能不能跳上来？能。申浩能不能？能。Let's go！ 哇，好轻哦！能不能上来？能。Let's go！非常棒，非常棒。接下来，小手拍在上面，把腿挂在墙上。给自己鼓鼓掌。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今天最厉害的环节——拳王争霸赛。你们有没有心目中想和他对战的选手？我和大林子。你和大林子？大林子和谁？正浩。好。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出你的第一拳。有请第一组小朋友准备开始，有请红方选手盛浩登场。蓝方选手大林子登场。一触即发是用力。我们的大林子对盛浩说出你的口号。我最棒，我绝对能打败你，打败你，打败你，我最棒，我最棒。好，那么今天到底谁能打败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加油！加油！大林子，加油！第一回合开始了。准备，开始。就坐休息。来林子，有没有信心？哎，有有有。第二回合开始。盛浩跟大林子应该算是发小了，从小看到他长大，就小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在运动和体能方面他完全碾压所有的小朋友，所以我就想着在气势方面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大林子，大林子，哎呀，我们巅峰对决最后一局准备要开始了。
我当时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有一点心疼，你看他就是属于站都站不稳的那种，然后出拳就是一下子就被对方打的就是摇摇晃晃的。红方射，但是他还能够继续给你打，他没有跑，他没有说我不打了，我打不过，他没有，他还是勇敢的把这场赛给坚持下来了。大林子好棒啊！大林子，你心情还好吗？怎么不说话了呀？你没有拿到奖牌，你心里难受吗？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刚才输了吗？那你以后还想来打拳吗？我当时真的挺不忍心的，我会想象到他长大以后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我应该帮助他，让他知道输了不可怕，我们必须得面对去坚持。你先帮我把我的茶杯过来可以吗？非常感谢。慢慢的。哎呀天哪，妈妈呀，你热吗？叫我风扇。好呀，我好热，我刚才还开窗了呢。妈妈，我可以帮你听音乐。哎呦，这太舒服了。你要再给我捏捏腿就更完美了。哎呀，又来这一套。可以。现在感觉怎么样？哦，又有风扇，又有热茶，还有按摩。整个三五个孩子，一个给我倒茶，一个给我吹风，一个给我按腿，一个给我放音乐。妈妈，妈妈，你知道昨天你们爸爸去哪儿的群，说六月份等你们放暑假的时候，你一起去个地方玩，你想是去海边呢？还是想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去月亮上。你想去月亮上啊？可以啊，你以后勤工俭学，自己挣了钱，自己去买上月球的机票。火箭票。嗯。那妈妈陪我一起去。那你就买两张票喽。嗯，爸爸陪我去。三张票很贵的。那我给让小亮说，奶奶的弟弟还有胖夫还有大日本还有阿拉蕾一起去。哇，大气！我有老主意，爸爸跟爸爸坐一锅，小孩跟小孩坐一锅，然后你来照顾我们所有小孩。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小孩是吗？对。你知道吗？妈妈跟爸爸曾经商量过，说以后不工作不拍戏了，我们的梦想是开一个幼儿园。我原来跟杜江都很喜欢小孩，就觉得老了不拍戏了，可以开一个幼儿园。哪怕就是那种家庭型的，就收三四个小朋友，然后陪陪他们，一天就会过得很快，也会很快乐。哎，快去开门看看谁来了。Hello， 阿恒，给你的玩具。这么大？哎，抬不动，我估计你。我能抬动吗？你看好了。好老师。Hello， 亲爱的。Oh my god！ 我说你太重了。哎呀，长这么高了。对呀。哎呦，不叫了，宝贝。没事。王老师，你歇会儿，把包摘了。哎，你知道跟尔恒叫什么？刚才爸爸跟你说叫什么？大哥。你也可以叫我大哥。对。
大哥。哇，你是江湖人称齐哥，叫昂老师，我就也对，昂老师也行，我大哥也可以，大哥也可以。那我看节目中，我就觉得你这个育儿经必须得来啊，必须得来，扔给你熏陶熏陶。啊，和你如果在商场了找不到了妈妈了怎么办？告诉警察。你看看，你看我问你啊，琳琳，你在商场如果丢了爸爸怎么办？要爸哥哥哭，哥哥哭，就这么哭呀？没有别的办法呀？哎，韩老师，我跟你说，你知道琪琪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呢，那时候我都着急带他去看医生。没有啊，其实这样子更好啊，他在那脑子里想，不是他不一定表达出来。你知道小孩子啊不表达是因为你照顾得太好了，他觉得语言不重要。电话响了。喂。哎，好嘞，我这就到了啊，拜拜。好了，催我了，就交给你了啊，交给你了。等一下，冷静。我觉得我刚才是不够冷静的，怎么突然觉得、哎、这几分钟我已经看出来了，交给你我放心。你今天有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哦。嗯。你今天要做大哥。对，你要跟妈妈一起啊，看好这两个。拜拜。拜拜。拜拜。啊，放心啊，那我待会儿来接你、拜拜，放一百个心吧，啊，对，肯定放心交给你啊，拜拜，好，拜拜。你想吃个小三角吗？我妈，我帮打开，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你们俩过来，乖乖小鱼。过来过来，不等你们了，小乖的，乖到你来了，我出来呀，走，狗生呢？啊！我在后面推，我怎么有点紧张？啊、稳着点儿。好的。他还小，嗯。哎呦，太美好的画面了！啊，咱们开的幼儿园就这样营业了是吗？嗯。吵架 ，Daniel， 你能不能有哥哥的样子啊？我玩，他没看到我玩，他要抢我手里的玩东西。我又没有跟你说过，客人在家里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我知道，但是你不记得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我知道，但是姐姐拿到的呀。你的玩具会长腿，会自己跑吗？不会的话，就给自己的好朋友玩一会儿。你要是这么小气的孩子，妈妈。琳琳是好朋友。反正长大了也不能给你买一百个化妆品，我长大去了。哦，因为我说话声音大了是吗？妈妈有点着急，妈其实，哎，你知道吗？妈妈其实有点紧张，因为一下看三个小朋友，两个，你今天算大人行吗？我有点焦虑，所以说话声音才大的，不是故意的。嗯，我们今天的责任非常重大，你把玩具给他们玩，他们就不会受伤了。那我先收起来。为啥要收起来呢？等我收好了给你，今天发一个。吃饭啦！我看看叫妹妹他们。对，叫他们都坐好餐桌上。走，跟我走。排队洗手。
好费劲儿啊。对，对，真棒，真有哥哥的样子。爸爸，我的手太小了，帮忙好好洗。一个人洗完了，下一个。来洗手了。啊，搓搓搓，热水好舒服。洗手，啊，小手手手真好看。妈妈，这妈妈这不是以前我们的声音盒子吗？对呀、啊，你放点音乐，吃饭了。干过是162，是吧？飞春，是不是有点烫啊？嗯，彤彤。是不是面还有点热呀？热吗？好吃吗？好吃，嗯。用手吃没有问题的。小薇，我们都洗过手了。大胆吃，不怕弄脏衣服。嗯，弄脏了我去帮你们洗。可以呀、啊，吃比弄脏重要多了。要好吃，这个长像我这么高，这回比我高了。嗯。今天我们要去带弟弟去游泳呢，怕什么？没事儿，你游得很好，妈妈知道的。你来保护他，我来保护你们两个。不要，你保护他，我让你保护。你不要我保护啊？那你不是昨天说要让我跟着你游吗？嗯，你来保护我自己游就行。那我去收拾东西吧，艾米。小炮，
好啊。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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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bubbles in the air, dear bubbles in the air, in the air, in the air。他们都特别想看你，到现在教练还没看到你，刚刚一直在玩，我们也试一下到底怎么玩。出发会的啊，出发会的啊，我在后面等你啊，听我口令啊。出发。还有犹豫，教练在想办法，全教练的错。结合了杨勇，这谁呀、啊？这谁呀、啊？下一下滑，滑滑滑滑吧，好，再滑高一点，滑滑滑吧，好，再滑高一点。现在进水。其实因为我带了 Alan 去，他小嘛，第一次去肯定多一点照顾他。我是因为他自己已经会游了，所以他应该在旁边可以自己玩起来。但是我今天去了以后发现他还是其实挺怕水的，所以后来我也是把二宝放下，然后再去陪他游泳，这样让他感觉更安全一点。Andy 过来，Andy 过来，Andy。你游一个自由泳看看来。不要了，游一个，不要了，来来比赛一个，不要了，你游，我们要游一个，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妈妈，我要看一本书哎。可以啊，你拿一本书，妈妈讲给你听好吗？这个。好，来。小猪上街买东西。我还，你怕大野狼吗？我还好，我不怕哎。你怕大野狼对不对？你觉得大野狼会怎么样？吃掉。会吗？是啊。那谁会保护你？妈妈。因为我是 super 妈妈。Yes。super 妈妈。所以我会保护你，对不对？阿胖要小心车子哦，就算有陌生人跟你说话，也不可以跟他走哦。妈妈对阿胖说：“嗯，好，妈妈我要出发了。”布布妈妈觉得你真的好棒哦，你都没有吵哎。为了要奖励你，妈妈决定要拿一个。我要吃。好，因为你太棒了。你来拿，过来过来，快点，布布来，妈妈要给你，在那上面。我不敢拿，它会咬我。它不会咬你，来拿，快点。之前在使用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了，他就会怕，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会动来动去。然后，我觉得他小孩子自己的脑袋里面可能有他们自己创造出来恐惧的东西。那我自己拿一颗吃哦。哇，好香哦！我要吃。嗯，好香哦。我要，我要。自己拿。不要咬我！它不会咬你，你就来拿。勇敢！我们要训练勇敢。它不会咬我，你看我刚刚拿了，你看在这里，它都没有咬我啊！你来拿。妈妈再近一点，过去了，你过来，加油，加油，不不不，来抱抱了，快快，抱抱来，抱抱来，你看你踏出第一步啦，你很棒，快点来，快点来，抱抱。In a perfect storybook. Yeah! Yeah! 好棒！你看，就这样子啊，是不是？是不是？那我们来演一半。这样就好啦，这样是不是就勇敢了，不怕了？我们不要害怕，好吗？因为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OK？妈妈给你一个奖励好吗？因为你真的很棒。你接下来一个挑战，来，你来拿，加油，布布布布，加油，布布，拿饼干。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笑？你是不是好好笑？我也觉得你好好笑。有恐怖吗？没有。那 give me five， 你刚刚没给我five。
你很棒哎，宝贝啊，亲一个。我一直到坚持到最后，就是让他还是突破了他害怕的这个机器人。蜗牛，蜗牛，蜗牛 ，no no no no， 屁股会下去哦。毛蹦蹦，不要乱踩。你看这什么？这都你的。蛮好，看起来好好吃。姑姑，我们今天让妈妈放假一天好不好？妈妈昨天陪你们一整天呢，你去休息吧。今天我来带。去哪里休息？反正我今天没事。你是说我不在，你一个人怎么顾两个？我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顾两个？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爸爸在吧。好啦，你觉得爸爸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们两个人吗？可以。今天主要是因为静雯她很久没有放假了，就是真的跟自己的闺蜜啊，然后可以去逛街、按摩、放松。所以我想尽量帮她多分担一些，让她可以有时间优雅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要管小孩跟家里的任何事情。那什么？我这样出门，其实我也会想他们呢。那你就不要去啊，反正看你今天想干嘛就干嘛。妈妈可以去逛街吗？妈妈可以去逛街吗？妈妈可以去按摩吗？耶、yeah! ！谢谢波波 ，give me five， 耶耶耶耶耶。那波波要做什么？要做乖姐姐。什么？牙头是什么？不能一直吃糖糖。什么？口水都流出来？你有那么想吃，让口水流出来吗？好，我马上去换衣服。我就跟你说，我今天是荧光棒啊！哎，礼物，终于给我今天都没有提示你，没发现的礼物，就是嫌我的衣服难看。你是个好妹妹，嗯，来，你要陪姐姐去玩一个我小时候最爱玩的东西，是叫做溜滑梯。你不是要在我后面抱着我的胸，不抱着我的腰？你要把我推下去了吗？对，没错。超可怕！哎，我出发了，拜拜。快反应过来，我就已经我帮你录了，好可怕。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回复到了就是少女间。他掐我，他掐我，快点！你可以叫吗？太恐怖了吧！不是很好玩，还蛮好玩的。本节目由来自荷兰自家牧场、荷兰原产原罐的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洗手洗澡护全家、长效保护舒肤佳首席赞助播出。感谢合作伙伴网易考拉海购，下载 APP 领1000元红包。感谢合作伙伴美白紧致用 Olay 无惧年龄你更美赞助播出。
让孩子爱学敢说。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大力支持，感谢欧美食安双认证由衷守护宝贝的多利葵花籽油大力支持。每周六至周二中午12点，超人妈妈带娃记和超人妈妈一起打怪升级，会员独享。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他们啊，真的吗？对，你看，开心吗？嗯，潘达，哎呀，哎呀，亲爱的，哎呦，天哪，他傻了！来来来来来来，这种进门方式，哎呀哎呀，好了，来了，搞定，潘达，欢迎你来我们家。你觉得这有好多玩具，你喜欢什么随便玩，好不好？潘达坐下，那要吃点什么吗？那是要看电视吗？潘达看小汽车，然后吗？潘达要喝水吗？喝一口吗？就一口吗？就一口。拜托了，潘达，我也一口烤吧。潘达，喝口水吧。来，上课时间到了啊！今天妈妈开幼儿园音乐课啊，站起来。会吗？Stand up， 来，很简单，站起来，都站起来。你们没有人跟我学吗？第一个动作很简单的，杜雨晴，你先带头，你这个副队长。我怎么觉得我上课好失败啊？杜雨晴，你要帮帮我。来 ，step step， 看到，陪我一看。什么东西啊？一个小袋子，你要装还装很多小恐龙，小的。哦，早上的那个袋子是吗？那小袋子。你放哪儿了？这边就放那儿。哎，我们要不要吃点水果呀？妈妈，没叫说话吗？给你找小恐龙，听见了？马上就帮你找。我们先把水果摆上，好吗？说话，你不想跟谁说话呀，杜雨琪？啊，什么意思？也不让 你自己找不着东西赖我吗？也不坐过电视，也不让你跟我坐一过火箭。那你找找，你自己找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我休息一会儿吧，咱们上这边来吃点水果吧。琪琪，你要不要来一起吃点水果？不行，我还在找东西啊。那你就先找吧，你吃点水果好吗？你想吃哈密瓜吗？坐下吧，坐下吃。那吃这个。好，来吃点哈密瓜吧。你刚才我正在找东西吗？过来吃会儿水果，我们想一想放在什么地方了。哎，要不要玩会儿这个？这你送给妈妈的
礼物我们一直放在一个我们秘密的地方。这个，我就要找那个。我们来一起演奏一首歌好吗？我要那只小恐龙。今天表现不乖哦，琪琪。哦哦哦！哎呦，我的鼻子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呀、啊？真的好可爱、啊。妈妈，这是说第五次了。什么第几次啊？这说了第五次了，这回。反正我也不想跟你说话了，兄弟。那好吧，那我出去了，你自己看着他们吧，好吗？反正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坐火箭，是不想跟你说坐火箭了。晚上不跟你睡，反正我不想跟买一百个化妆品。你真给买，谁让你跟他说，帮你跟我道歉。玉琪，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这么不照顾别人呢？谁让你说我的呀？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吧，玉琪，你今天真的很不乖。反正我不想跟你说话了。随便你。一直都不跟你说话，随便你，永远也不跟你说话，随便你。圣诞节时候也不给你礼物了，随便你。家里来客人你都不帮我照顾一下，反正我也不想给你宝石了。你要干什么事情我都不帮你干了。好，那就绝交了，对吧？